佛说，年复一年，你看破了多少？日复一日，你放下了多少？千方百计，你得到了多少？精打细算，你失去了多少？求而不得，你烦恼了多少？斤斤计较，你结怨了多少？贪心不灭，你造恶了多少？人生在世，你享受了多少？临命终时，你带走了多少？人生就是一阵风，起了，没了；理想就是一盏灯，燃了，灭了；人情就是一阵雨，下了，干了；朋友就是一层云，聚了，散了；闲愁就是一壶酒，醉了，醒了；寂寞就是一颗心，闪了，灭了；孤独就是一轮月，生了，落了；死亡就是一场梦。